帮忙。我遇过的是粉丝是那种，会私讯我，说什么呢？就是一直密，他说，要不要吃饭？他已经在吃，还吃饭？对，他要约我，跟我出去吃饭，镜头之外出去吃，然后就说。约一下不行吗？然后就态度很差，然后就都没有回嘛，就约到最后他竟然找到我手机号了。哦，怎么会呢？就是不怎么可以到吗？我不晓得为什么他竟然知道，然后就有密我，他说你以为这样逃得过吗？怎么会？太会来的哦，这就很恐怖，然后我就吓到就封锁。有可能是我们制作单位一些小朋友。好了，今天我们表演你们。就是因为平常就是大家都听国语歌，然后就是想要挑战台语歌。好吗？是哦。因为我平常也不会讲啊。不要不要吃饭。来，会毁了自己的一生。我有背好了。哈哈，什么东西？来过来，笑开。来这边。好，马上为您带来《走在台北的一场大雨》。开玩笑，这叫什么歌？爱情脆啦。爱情脆啦。小姑娘，哇塞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在北台湾，身为一个高，请问一下这位，高雄人呢？这位，我觉得他唱歌还蛮好听的，是哦，对啊，谢谢。我没听过他唱过中文歌啦，台语歌这样，我觉得还蛮流行的唱法。对，他播情，他是播情，播情，播情，有点像从 LA 回来的，播情，播情，播情，听起来舒服流畅。就 OK 了，然后还有一些动作，一些笑容，我觉得看起来那个感觉好，就大家就会忘记你唱歌方面有什么样的缺陷。他其实唱歌不是很有缺陷啊，唯一就是如果要挑的话是气。你们两个要不要在一起啊？不需要吵架，舒服的，他让人家很舒服的。你白脸我黑脸啊！这是国光帮忙，不是中国好声音。一天有一个这样的女生，你会追她吗？有，先看看她是不是单身啊？对，她是，她是就可以放手一搏啊！放手一搏 ，OK， 好，放手一搏嘞，对自己越来越没有自信，请坐。很可爱的。下一位，你看。就这样触电，一直甜蜜触电，直到爆炸。谢谢。里奥纳多·迪卡皮奥，哦，好长哦，是信封，谢谢。还真是百变女王，每次的造型都相当特别，舞蹈动作让人也想跟着一起唱了呢。呀呼！来来，欢迎张雨桐。Hello， 来自我介绍一遍，开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雨桐。星座？天蝎座。血型？O 型。OK。家里的住址？开玩笑，开玩笑。我是地主。这样看起来你是百变女王哎。百变女王，而且你连场景都会变化，
场景哦，没有，刚刚有一个是我第一天开播，然后那时候房间还很整齐，嗯，然 后来就变很多用娃娃来，对，那个粉丝就是一直送娃娃，然后就累积起来。是哦，当时怎么样进入这个主播界？被一支麦克风吸引了。因为喜欢唱歌的人会希望哦有一个很好麦克风哎，就是那种录音室的感觉的麦克风这样子。对，你刚刚第一段在讲什么？网友的留言很快啊，很多，所以有时候回答的对，会不由自主 tempo 就变很快。嗯，对。那你觉得做一个主播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？我觉得要多才多艺。多才多艺，因为我在那个直播的时候，除了唱歌聊天，我也会吃东西，然后会跳舞。然后弹乐器，你这样影射很强烈哦，不能只会吃东西。只要是人都会吃东西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什么事都可以做，他们喜欢看我们自然的样子。对。那有粉丝就约你吗？有哎，我有遇过，就是比如说我生日你可不可以来？或者是我买了什么东西，可不可以送去给你？或是直接在这个大家看得到留言地方说，我可以当你的男朋友吗？这样子。那你会怎么回答？做梦，待在去。我觉得刚刚我开玩笑，突然发疯了。刚刚还看穿旗袍啊？对，有时候会变装一下。年纪这么轻，怎么会有旗袍呢？没有啦，朋友借的，跟朋友借的。所以你一天要播多久？我最久最久播过一天九个小时，连续九个小时不停不停。有时候为了冲那个时速啊，然后就那你中间如果要上厕所，就可以跟他们说，哎，我去一下厕所这样。现场，现在你们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对。没有啦，我等一下。那等于中间肚子饿了，一边播一边吃了，就这样。好像你们的粉丝也喜欢你们这样。嗯，他们喜欢看我们就是二十四小时自然的一面，对，是生活的一面。今天一定你来了，一定要唱歌给大家听。对，今天要唱一首是在网络上大家很爱点的歌，什么呢？叫《大叔不要跑》。这什么？大家应该没有听过。你好好唱，前面三位都很强，那前面两位啊，第三位是只会吃。大叔不要跑，唱跳唱跳。主在后面对嘴，会唱这首歌的举手。你会哈？刚刚两个人应该一起唱。会吃鸡腿的举手。人数，对啊，粉丝的人数，铁粉哦，就是会来看我开播的嘛。对对对，我平均都是1000多个。哇，是前面加起来前面三位的数字了，在这个界里面来，你去记啊，对啊，来来记啊，请坐，好好经营哦，好，来记啊，请坐，谢谢谢谢。下一位，你为什么要尿在那里？嗯，默默，你为什么要尿在那里？这是鬼片吗？这种播报方式你绝对没看过。网络主播台正点，让黄金伦连母语都忘了怎么说。Hello， 大家好。为什么会当主播？因为我的朋友看我从新加坡回来，刚好没有工作。新加坡，哎，老强。新加坡，老强。新加坡，新加坡。哎，讲一些新加坡语会。这跟新加坡有什么关系？这两个。